新娘。怎么描述呢？我站在这里啊，感觉天台好多倒扣的人呢，倒扣着，头对着我的头，倒扣着，这个倒扣实际上不是倒扣，是那个视觉效应，视觉效应怎样才叫这样的？视觉效应。这个是怎么样才会他们的头对着我的头呢？那个视觉效应呢？也可能是水面的反光，水面反光再看到的话，就对着如果飞行器直对着我头的话，应该不会是总之我看到的就是，天上有飞行器，他们的那边人头顶对着我的头，就他们倒扣在那边啊，是这样啊，应该是，我看到人倒扣那边就是一个。相当一个小星球啊，小的星球啊，相当一个小的星球，星球是圆的，星球上站的人一个，对着我这边的人就倒扣在我头上了，就相当于原来是他们正在施工建那个发电厂，发电厂啊，首先他们建那个球在建在一个球形东西上啊，就像一个小的月球。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球，那个小月球一个，然后小月球上人正对着我这边的人，他站在小月球上的话，那就头对着我了啊，就相当于应该是头对着我这样啊，原来是他们在正在施工，施工建，原来是他们倒扣在那边施工建。先建那个小球，小的小月亮似的，建的小球，然后在小球上要建发电厂，是这样，是这么一回事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。